你覺得點解會紅嘅？我唔明啊！我知你自己會知唔知點解會紅？你問我點解會紅？男性演員去扮演一個女性嘅鞋趣嘅角色嘅時候，其實佢哋永遠都可以去得好盡，因為佢哋唔係女人咯。簡言之，可能會係即係講我自己係非二元性別，即、就、係、是、non-binary， 咁我都係一個人咯，即只不過係一個人咯。即某程度上，佢俾咗一個感覺，人哋係話男扮女，只要你醜化女人就等於好睇。拎個 shoulder pad 出嚟 bat 你啊！係啊，如果唔係一尺唔夠就兩尺咁樣，咁即係嗰種就係好似我哋係高攀咁啊，一種即係喺個權力咁。歡迎大家嚟到進賽，今日我哋請嚟嘅嘉賓有呢三位。首先等我嚟做自我介紹，我就係一個普通嘅 superstar。唔該，你嘅字幕俾翻個 H 我啊，係 SH。係仔啊，今晚食咩餸？我係妹 D V， 你二妹 ，A K A 妹媽。我係喎，全香港最靚嘅學姐，我只係咁覺得咯。試下唔好淨係香港。我應該係全香港唯一一個買過威士忌廣告嘅學姐咯。女人。要似女人，咁唔係等你，就用呢個直接吹角啫，就用呢個。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講變裝啦。咁如果講起變裝，大家第一位會諗到邊一個？第一位我想起的人是如花的。如花是很即是他的变装特别在除了扮如花之外他会调回去扮回即是一个更加男性的代表。我是想到黄岛蓝。变装的一个英国的歌手叫 Young Blood， 他喜欢着开比较 genderless 的無論男裝女裝，佢都會著嘅。咁呢排就朋友仔就介紹咗一個歐洲歌手啦，就叫 Strowman。好似頭先阿 Ellie 講話，就係佢都好落力去試驗唔同嘅裝扮，特別佢係以佢即係所謂嘅女裝打扮係非常之出名，係作為即係佢表演好重要嘅一部分。咁令我自己都幾中意 Harry Styles。咁佢之前有一個好華麗嘅一個 Gucci 嘅粉紅色 Gucci 做嘅，咁我覺得依個都非常之即係好啦。即係佢喺即係可能喺表演之外，佢都有好多一啲即係。裝扮上面的嘗試，咁呢啲係我依排即係會比較留意。即係可能佢哋兩個講嗰啲咧，係可能係造型上，即係可能係一個 presentation， 即係唔會影響到佢 performance 噶嘛。但我哋講嗰啲係佢係唔單止係衣著噶嘛，即係佢某程度上係化身咗另一個 character。Hello， 大家好，我今日咧要同大家開箱，開咩箱咧？唔係，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冇好傾向去有一個性別認同係點樣，所以先至去做呢個變裝，而係我本身係從事相關嘅行業，我要喺一個演繹上要去揣摩一樣嘢，因為你某程度上我嗰個 content 咧未必會咁多女仔肯做醜啊，即唔係真係扮醜嗰種醜啊，你知道有啲女噶啦，啊我今日素顏好醜樣啊，你知有啲女咁樣，即普遍嘅女仔都唔會想真醜，係啊喺度。放大自己醜嗰樣嘢，咁就變咗喺某一啲。你知唔知做女人好難㗎？知啊，我所以係醜樣係上唔到鏡㗎，所以點解成日都成日得我？係啊，太弱流強咯，其他啲走曬。因為其實呢一個狀態，即係例如你見到妹媽咁樣呢一個嘢，其實個男伴係嚟自我阿媽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係咪真係喺好多個狀態，即係好多個衣著上或者咁多，我係咪真係要強調某啲嘢？你見到我唔會去擺一個假嘅乳房喺度，我覺得冇乜需要去。你無謂攞走你阿媽個產啫。冇。都係，喂，我阿媽都唔止係橙啊，係啊，唔止係橙啊，小西瓜啊，係啦，即都唔會去特登去強調呢一樣嘢，係因為我想present 嗰樣嘢可能係嗰、那個形態啊，或者係一啲神情啊，而嗰樣嘢係。你要去做嗰種好細緻嘅醜，但係啱啱你兩位講嗰種就比較係真係，佢哋會喺性別嘅認知上，佢哋多啲嘅文化有多啲嘅餡喺裡面，我就冇乜餡嘅，得外表係，即係靚。我只不過係去 experiment， 去嘗試一啲新嘅打扮或者新嘅服裝，咁我覺得我中意或者我覺得靚嘅，咪著咯。咁尤其是喺呢個 Kelly 上面 experiment 緊，用服裝去 experiment 解放自己咯。我有試過著女裝出去，係因為工作嘅需要啊，工作嘅需要咁著。其實就係你放興趣都 OK 嘅，係啊，我係會同你出街嘅。唔係我理解啊，即係
你始終不是國外咧，佢哋都總係有一個 energy 係。喂，你係做咩？睇電視就 OK， 你係做乜嘢咁？我就覺得奇怪嗰位就係咁咯，即係如果佢睇電視，即係佢睇阿福祿壽嘅節目咧，佢哋扮到點樣天花龍鳳，著曬女裝咧，兩個橙咧，佢哋好開心喎，冇問題。如果黃祖藍佢哋著條裙去燒嘢食咧，就係啊，就唔得噶啦！即係如果我出到街搭地鐵，見到個有個其實係衫嚟嘅啫，真。揾食嘅時候，揾食講得非常之好。揾食嘅時候，有收到錢嘅時候，唔會無啦啦咁樣做。係啊，同埋係唔簡單嘅喎，真係。唔簡單。你做女生咧，有啲女裝咧，佢哋會安排一啲可能遮住一半大髀嗰啲爆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男性嘅性徵咧係有厚度嘅 ，OK。咁你有時即係你有好多性徵，即係你個性徵好 substantial。係啊，好。咁然後。你要穿一條嗰啲叫 supporter 啊，唔係即係要 spandex 要撳住佢。你全部嘢你喺曬裡面嘅時候，我想講你個零鐘已經好唔舒服噶啦，真係。要收埋。即如果你係要做到咁，即係將所有嘢收埋。即係成套啦，即係 drag queen 級數嘅 tucking。我係覺得係啊 ，tucking 超唔舒服啦，應該。即我就已經覺得啊，搞唔掂。即我有一種係哇，好想去廁所放一放出嚟，扎腳咁啊，好似。我早幾日有工作，我係著旗袍喎。你知旗袍我就執地㗎啦。你知旗袍我就執地㗎。驚飛出嚟啊！嘣咁樣指住人就唔好啦，係啊嘛。係啦，有曬方向啊！嗰個快樂喺邊度啊？即係你覺得點解會紅嘅？我唔明啊！我點知你自己會知唔知點解會紅？你問我點解會紅？因為話俾你聽。我好中意你睇嗰個嘢，因為乜我想知嘅，因為我唔係因為呢樣嘢，我都會想聽啲觀眾點樣睇。唔單止係做妹嘛，而係我會好中意去拆解一個content 裡面嘅某一啲質地，去將嗰樣嘢放大。你有冇見過啲女仔咧？佢會有一個好奇怪嘅嘴巴，就係長期個嘴好緊張，佢哋個嘴唔識放鬆，佢哋個人生已經好緊張啦。你連個部位都唔識放鬆，佢哋就係咁樣。時刻都保持喺作戰狀態咯。做乜嘢啫？你唞下啦，即係唔係好似係真好睇啲嘅，即係咧會瘦啲可能。係啦，咁我如果係係啊，咁我要去講呢樣嘢嘅時候，我就會將呢樣嘢去強調。你用一個虛構嘅角色，然後去講一啲大家平時唔敢真人講嘅嘢咯。即係其實可能我都好想即係秒拆嗰啲人嘅，即係覺得喂你收皮啦，你咁扮嘢。但係我真實嘅性格，我真實嗰個人，我唔會咁講啊嘛，我亦都唔夠膽啊嘛。咁而家就係有一個渠道，就係呢個咁嘅。呢、這個妹媽一齊幫我去呢、這個咁嘅呢個咁嘅妹咩？呢、這個咁嘅女人就係最地最啊！即係阿媽嗰種性格去講呢啲説話，咁可能大家就受落。即係嗰、那個，即係佢俾咗啲乜嘢機會大家咯？即係除咗即係表演者又好，睇嘅人又好，或者即係俾佢哋即係指出咗某一個社會現象又好，即係嗰個自由喺邊度？咁呢個可能即刻問你啦。咁跟住你就可以休息啦。好，即係嗰、那個，即係佢俾咗個乜嘢機會大家、就是？就係即係因為頭先阿關門都講到話，其實如果你真係一個女人咧，其實你嗰種女人係永遠都冇。可能在幕前被人看到，這是一個 fact。 那我就說那些樣子的人，或者那些人的故事，或者那些人的聲音是永遠沒辦法被人聽到的，或者是即可能她作為即例如妹媽作為即或者這一種角色，即 which is 其實即大家可能看到有很多即所謂鞋性，即男扮女裝，即或者男性演員去扮演一個女性的鞋趣的角色的時候，其實他們永遠都可以去得很盡，因為他們不是女人，簡言之即他沒有那種社會女人沒包袱、沒包袱的，即他沒有那種束縛，而他也不是男人，可能男人就有時要講很聰明的東西，唔知可能正經啊 ，mansplain 啲啊，俾人聽啊，咁樣。咁但係佢又冇嗰種包袱，咁結果佢哋就喺一個好奇怪嘅位，跟住佢哋就講咩都得咯。咁、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幾普遍嘅現象。係喎，真係喎，即係攞到嗰個位咧，係真係嗰個形式嘅表演或者嗰 type 人啦，即係唔係標籤啊，即係咁，即係嗰一類嘅表演者咧，係的確係好似少啲包袱，係放啲講嘢。咁我想問咧，你哋咧即係嗰個，咁你哋做咗依樣嘢，會唔會有啲會唔會有人攻擊你哋？咁我都未遇到咯，可能因為根本我對 band 係好細啦，即係冇乜人識啦。未紅，未爆紅，但係我覺得即係會一定會有偏見咯，我覺得係，但係我唔會 feel 到咯，因為我唔會 care， 即係地下音樂 indie 界可能比較 accepting 包容。
有時咧 ，haters 咧就係佢唔關你做緊啲咩事，只要你係你，我就係要攻擊你。而某程度上，我哋啱啱討論緊嘅嗰啲觀點係佢哋好好嘅一個切入點去攻擊你。但我覺得，如果你要去攻擊一個人嘅外貌，去攻擊一個人嘅就無謂啦。係啊，性別認同嘅各方面嘅嘢啦，就係你真係太出色啦。佢冇嘢可以攻擊到你。係啊，我唯有攻擊你個人。係啊，咁你咪啊好核突啦！哎呀，都唔知你搞咩啊嗰啲咯。你又最撚靚啊！因為我即係性別認同。都糾結了很久，咁其實講我自己是非二元性別，即係 non-binary， 咁我用係 they them pronouns。你想你見到我是咩，你覺得我是咩咪咩咯，咁我都是一個人咯，即只不過是一個人咯。完咗之後，啲人都會覺得哦，哦你係即係用咩 pronouns？ 係歐洲啦，係歐洲，香港就未到呢個地方。廣東話真係用佢嘅，係啊，喺英國就哦by the way what pronouns you use？ 咁一嚟 aware， 我覺得即係開心，即係會有一個 aware。咁二嚟覺得我 confuse 咗人咧。開心嘅一件事，即係裝扮成功，都覺得是一件positive 嘅嘢咯。咁你覺得要諗下先，咁我覺得都 OK 嘅。有佢嘅片係個數字 engagement performance， 係啊，啲數字靚啲嘅，即係好現實地睇。係啊，點解㗎？但其實我都會奇怪，好啦，係咪？你覺得？唔係問你一嚟啦，一嚟啦，唔係都會奇怪嘅就係、是某個程度上，我覺得個方向唔係咁啱嘅，就係點解會係有佢嘅片會多啲人？係咯，我都想問喎，即係我會覺得有一種係咪咁就 work 嘅咧？係咪？係啦，其實係俾一個錯誤嘅方向大家。係咯，點解啊？即係點解男人扮女人一定 work 啊？咁女人男人扮女人就紅喎，喂，咁我覺得呢件事好似同你頭先，即係我聽到你對於你嘅嘢嗰啲諗法完全唔係唔一樣㗎。咁個世界係做乜嘢？係啦，就係話觀眾嘅反應同埋我嘅諗法係唔一樣㗎。我自己覺得唔通 Ellie 係因為佢扮女人而紅，唔係係啊，即係音樂啊嘛，係係啦，即係可能話我會覺得我嘅質地，我做某一啲男性角色嘅片，我會覺得喂呢個 content 係正㗎喎，係好睇㗎喎，但係啲人就會覺得喂呢一個好似個包裝靚啲喎，呢個包裝多嘢睇啲喎。咁甚至係有時我都會理解嘅，就係話啲客都會知嘅，即係啲客都會覺得話啊，我想你去做一條客嘅片，但係就會唔會係呢一樣嘢啊？咁其實我自己嘅角度咧，就係只要嗰樣嘢係適合，我唔抗拒，但係我唔想刻意去將呢樣嘢擺入去，令到件事好商業化，或者係present 咗一個錯嘅信息，就係話只要男扮女就等於好睇。點解嘅咧？即係我都仲喺度揾緊嗰個平衡嘅點喺邊度，但係有啲難，真係有啲難。因為你啱啱講你諗起嗰個人，其實我覺得唔好睇嘅，我真係覺得唔好睇。即係我以前細個，我覺得都唔好睇嘅，因為係咪即係某程度上佢俾咗一個感覺，人哋係話男扮女，只要你醜化女人就等於好睇。哦，係啊，係啊，我覺得以前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喺度，而係喂而家。工作的需要或者是呢個藝術上一個信息上的需要，你才會有一個反串的情況發生，而不是為了要去醜化一個女人。講緊係以即係好耐歷史之前啦，嗰個節目，但是到而家都仲做緊。某啲電視台都仲係覺得呢件事好睇啊，係都仲做進步咧個社會。你睇翻呢個啊，睇呢個。但係女性其實永遠你扮一個男人，大家永遠都會首先知道她是一個女人啦。係啊，而即係嗰個可能即係依種嘅表演，亦都唔係話好多人睇，亦都係啊，係少啲嘅喎。的對上一個已經是余詠儀咯，余詠儀、林青霞，跟住就任賢輝，你已經完咗啦，已經即係其實是很難諗的，如果調翻轉係女扮，係啊，好難諗嘅，亦都唔受注目嘅，我唔知點解。但係你女扮男是少啲㗎，真係，即係起碼喺嗰個 mass 嚟。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我哋社會，其實係有分階層㗎嘛，即係性別係有分階層㗎嘛，即係男人就強勢啲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女性啦。咁如果你係一個女人想著男裝，有好多時候大家就會覺得，例如啊，即係例如我著咗 suit， 咁即係我著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打扮咧，嗰個就係一個就會 strong 啲，就俾我感覺強勢啲啊，正經啲啊，專業啲啊。係啊，拎個 shoulder pad 出嚟 bat 你啊，係啊。如果唔係一尺唔夠就兩尺咁樣。咁即係嗰種就係好似我哋係高攀咁某一種即係喺個權力咁樣，咁但係即係男性就係如果你男性扮女性嘅就係你即係放棄咗自己個 privilege， 跟住就唔知做咩，即係紫金墮落咁樣。勁奇怪呢啲，勁奇怪。咁所以可能女性扮演男性嘅時候，一就係大家知道你永遠都冇可能係男人啦，而你想即係你可你深刻你攞咗嗰種做男人嘅嗰種著數，咁但係你威脅唔到嗰樣嘢。因為我會想看有一些是
真係將男裝個元素同埋女裝個元素擺埋一齊嘅嗰啲衫。係、我想聽一聽個 brand 真係demo 啲衫其實好靚嘅真係、demo 啲嘢。佢係真係將一啲女性嘅元素嘅放落男裝度，你係覺得佢係真係喺度模糊緊嗰條界線。即係我係咯，我會想見到就係當原來一啲分門別類好嘅嘢而冇咗個界線咯，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之後就唔會話我要買男裝或者女裝、或者買件衫，係我係買件衫，買件靚嘅衫，係啦，我中意咯，即係要唔同啲咯。即係而家我覺得而家係去到一個病態嘅地步，係你好似咧只要有一定嘅 keywords 或者一定嗰副面相或者嗰個 style 咧，就一大陣好多都係重複又重複咯。全部人都係嗰個樣，係啊，即係全部人係嗰個樣，全部人都係嗰個造型。全部人都是那個所謂的即係佢 present 出嚟嗰、那個表象又係都係做嗰啲興趣，然後身材又係一定是大波或者即係身材 copy and paste 咁咯，係你係冇噶，你真係打開可能 Instagram 嘅 Explorer 咧，你見到可能全部都係咁樣。我覺得係個審美嘅問題啊，唔單止係話嗰個男女性別，全部人都係係啊，即係香港嘅審美其實係幾單一嘅呢、這個係喺個 cycle 咧，即係。大家追求同一樣嘢嘅時候，都表現到同一樣嘢嘅時候，咁就係一個 cycle。係啊，即係佢冇，係啊，即係邊個話大鼻唔靚得啊？即係冇，係好奇怪香港。你睇下 Ellie 咧，我係咯，多啲色啊，多啲衫，多啲唔同嘅 style 咯，咁唔會淨係得嗰啲 earth colour， 即係好有天黃。你偷見我今日咁樣，今日例外冇人街。Earth tone。係啦，全世界好似張凳嗰啲色，灰色嘅凳嘅色啊，佢話你。唔係我跳咗一格嘅，我已經 OK 嘅。唔係因為香港雖然好似扮行得好前咁，但係其實唔得好迷啊，係進步啊，大家加油啊，自由啊要。係啊。